啊，你讲这个做哪呐？是飞机人嘛，还是飞机？是飞机人嘛？啊？是飞机，是人嘛？啊？就是你讲的。清楚，啊？好像查不太清楚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开下灯？能看得到？查不到，现在查不到。透光的，大概拍下来。我们先看着他们，啊，小点是吧？嗯，那个初步的，嗯，开点，触摸不灵。小门的，谢谢呢。几点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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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聘了。嗯。应聘，这些都是应聘。一个点是吧？啊，对。嗯，它的颜色，对呀。这样拍的呢？拍不出来。好，这样啊，可以。小点，
压三点。小落叶那修复出来也是落叶的，它盖板修好里面还是长什么样，就是要让它知道一下，让它知道不是我把它搞坏了，不然它什么不是我的意思，就是修过去的也是这个样子，只是它便宜点买。对，但是这种落叶像这种的话，一个小点的话，这个它还可以卖500块钱。像这种要卖好，它还可以卖400-500块在它那边，然后加工会一个100来块能修好，他那边他还是有的赚，不然的话这个卖会便宜，一个只有30块钱。因为他们那边很多人不会修手机啊，那不会修的话就会想着拿一点稍微便宜一点的，有些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有钱换好的嘛，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有钱可以换那个完美的，所以说瑕疵品他们也在凑合用。好的，可以了。